小妖精儿，不吃白不吃。哎呀，这日子美的，这才叫向往的生活嘛。向往啥呀？打个牌都跟做贼似的。啊，嗯，你确定他不在附近吗？他不会躲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冒出来吧？瞧你点出息，是不是瞎跑哪儿了？那可说不好，回回都被他抓住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？思琪姐姐，你来了吗？你可别废话了，还真是要出去快点吧。思琪姐姐，作业写完了吗？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欢迎大家！李叔，叔几个，怎么不去收局用啊？思琪来了，你看我们这忙活的，都没看到你。哎，大家把麦闭了，麦闭了。对，那个思琪啊，你辛苦了，我先。我问你们话呢。啊？怎么不去收局用？啊？真给你脸了。小李啊，你说你年轻力壮呢，就不能主动点吗？是收局又重要啊，还是卖货重要啊？我觉得卖货啊，肯定是卖货重要啊。这直播卖货也是思琪让搞的吧？我就这一双手，我忙得过来吗？我这些天总是下雨，要不赶紧去把橘肉收了，回头都烂地里，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？啊，对，哎，思琪啊，你消消火啊！你也看到了，我们一直在卖货呢。再说了，你看都快下雨了，都没收摊儿。就我们家呀，这个收橘柚归小雷他妈，啊，然后我是卖货，啊，分工明确，全力配合你黄助理工作。去，一直在卖货呀？啊，是，还挺有创意哦。扎着堆卖啊！人多力量大，人多力量大呀！对，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，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经济。说得好，对，我们已经很努力了。行，来继续发展经济，继续。思琪姐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这个是我的。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呀？快去写作业。哎，欢迎来到我们老唐吃饭的老铁们啊！今天给大家看看老唐家的鸡蛋，还热乎呢，每天一个土鸡蛋，绝对是健康啊，身体不但健康。哎呀，老唐，怎么从你裤脚里掉出一个妖鸡啊？不会吧？哎，老唐，我说你那八把油，你藏牌，把钱还给我。好你个唐胖子！我说你这手机这么好，八百连装，赶紧开，藏什么？不，不是，我听我解释，别跟着我，哎呀，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，都学会表演了都。不过我是李叔让我来的。思琪，注意你的身份啊！对，你是黄村官、黄助理、黄大柱，人民党员，爱人民。不是我们想偷懒啊，我们压力太大了。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，搞了一年，那田橘柚的产量翻了一番，涨1000多吨啊！我们这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？这摘不完呀！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，我心态都崩了。别说摘不完呢。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，瞎折腾啥呀？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，享享清福呢。好，一颗鸡蛋换一张牌，把你们兜里的牌都给我拿出来，放那桌上。哎，现在立刻去收局药。真够热闹的啊！一下就叫回来这么多人，思琪，可真有你的。哎呀，不能高兴得太早，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，都记账上呢。再加上这一年来，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，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，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，越来越大了。别想太多，咱们的田橘柚质量这么好，
根本不愁卖啊。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。我要没记错，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。看啥？干活。真是。子琪，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，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。哎，老宋，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？摘橘子。你呀、啊，亲自摘啊？你会吗你？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？哎，你说呀、啊，你这连橘子都摘上了，那离卖货还远吗？卖货是不会卖货，这辈子也不会。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，我家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，不行啊？这还嘴硬？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不像你们家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，那还指着橘柚养家糊口呢。你挖苦谁呀？就指这个，早就饿死了。这也是哈，这个收货商给的价钱，小年一斤能给到八毛到一块，这今年是大年，那能给到五毛那就不错了。那咱们种植户啊，忙活着一年，这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，那少的呀连一万块钱都挣不到。这刨去成本啊，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，没意思啊！胡闹！你这就是异想天开。要是不把收货商赶走，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。那你也不能断人家后路啊。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，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。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。甜橘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，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，不仅拨了专款，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，提升品质，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，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，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？那你说不卖给收货商，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？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您就放心吧，不会浪费的。我们会对甜橘柚进行分级管理，严格把关，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，再贴上云川甜橘柚的商标。我们走网络直销，统一单价。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，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，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。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啊！一旦直销计划折了，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？您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咱们云川地少人稀，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，想要发展，想要振兴，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。思琪啊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，可是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？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，别的村子都可以，我们凭什么不行？那要村民都不配合，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。哼，那我就偏要美成花，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。思琪，你可不要乱来啊，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。是，我承认你们云川村甜橘柚的品质是比别的地方好。要不这样，我再多加一点，6毛，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，封顶了啊。这也太低了吧。不行。不行？那你说个价。8块。时间？1斤。1斤？你疯了吧？你爱收不收吧。哎，我今天就不收了。那你不收你就走啊，别让我再看见你啊。拜拜啊。拜拜。老唐。哎，在。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不知道。你也别紧张，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儿带句话。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甜橘柚，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。如果完成任务呢，我们全村一起发财。那完不成怎么办呀？那也不用担心，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。但是，明年任期一到，我就引咎辞职了。
哎呀！恭喜你啊，思琪。嗯。哎，思琪，恭喜你啊，又得第一名了。没有想到，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，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。王助理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思琪啊，你可不能走，你要走，我们家小罗一公哥就完蛋了。哎，公哥一完蛋，我媳妇就……黄助理啊，那我们家的着急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，那不能走啊！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？哎呀，魏主任。其实，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呀，很重要的部分是村民打分，能让村民满意，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。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。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，只要云川不在垫底，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，给我打低分。哎，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，振兴乡村。但凡事要稳扎稳打，慢慢的来。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。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那是很不容易啊！依我看呀，你不如就……顺其自然吧。